点幼稚的我，有些话还没说，而你又在笑什么？是不是懂了？假装无动于衷，替你收拾难过，又怕有些话捅破，我突然自穷。你讲着梦的情节，紧张到哭红双眼，思念如同候鸟等待季节，飞多久才能相互察觉？你就像是夏夜，我是星空点点，陪着你才能闪烁，直到不可或缺。故意撞你的肩，听你责备瞬间，在乎的感觉竟然那么甜。放放，陈教练又来电话了，还是问你想不想去荣大校队，说机会难得。我跟你爸爸其实是不太想让你当运动员的，太辛苦了。姐姐给你准备的狗牌啊，哎，真乖，来，姐姐给你把它带上，这样以后你就不会丢了，好吗？就算你丢了，也能找到你。嗯，我在家照顾好你弟，知道吗？芳芳，照顾好你弟弟。就这么走了？你这次气的也太大了吧！爸就今天回不来，你就非得今天走。就明摆着不想让他送你呗。以后又不是见不到。那放哥呢？你也不跟他打声招呼你就走？我现在跟他没什么话好说，等以后有机会吧。好了，姐姐走了。姐，路上小心啊！到了给我打个电话。放心吧，芳芳，好好看家。荣大，我终于来了，我终于可以读我喜欢的专业，而且可以跟妈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了。不好意思，问一下女生宿舍怎么走？你走错方向了，在那边。啊，谢谢啊，没事。快下来，女生来。老板，老板，你小心点，别摔着。你们在干嘛？小心点。我救猫。可他不这么认为。猫之所以爬这么高，是因为你在这儿。对他来说，你就是坏人在抓他。你又不是猫，你怎么抓他怎么想的？
没事吧？看来还是你更了解猫。逃避和攻击陌生人本来就是小动物的本能，取得信任是需要时间的。那你说应该要怎么救？我觉得应该放一些食物和水在树下面，然后啊，让围观的人都走开，这样小猫自己就下来了。说的没错。大家都散了吧，不要吓到猫了。这学校里面有很多像这样的流浪猫，要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，让他们安稳过生活就好。还是有个家比较好，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你也喜欢动物吗？嗯，所以考了动物医学系。哇，学校有好多小动物啊！除了很多猫，还有很多狗呢。女生宿舍就在前面，到了。这个就是。对。同学。嗯。我听你好像有点口音，你是台湾人？哦，我福建的，爸妈荣成工作。你人真好，今天谢谢你。不会。我帮你拿上去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不用我帮你吗？没事儿。对了，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。叶少文。我叫林西池，双木林，归去来兮的兮，迟到的迟。同学再见。再见。林西池。妈，你别在铺床里，弄得一宿舍全是灰。你不懂，女孩子的身体不能受凉，要不然以后对你身体不好啊。哎呦，你别乱动我东西了，你你把我笔摆了，你看这颜色都不对，乱七八糟的，我还得重新弄。好好好，以后不管你了啊。嗯，哎，我的好运来了，好运船保佑我，千万不要遇到奇葩室友，千万不要遇到奇葩室友，千万不要遇到奇葩室友。李西池，我是宁月，他是姓子丹，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屋的了。对对对，以后啊，你们就要互相照应啊。啊，我来帮你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住哪边？看，你怎么这儿拿箱子上来了呀？我们新的同学没帮你吗？就这个箱子，我一个人能拎。哎，对了，我是1月1号生的，你俩没有大过我的吧？嗯，那以后呢，我就是大姐，负责宿舍，也负责照顾你俩。成交。月月啊，这以后你不在家，我和你爸，你真的有点不太习惯。哎呀妈，这不是放假就回来了吗？哎，林西池，你是哪里人呀？林西池，你是哪里人？哦，我洛城的。嗯，我家也是洛城的，那正好咱俩可以放假一起回家了。嗯。啊，真好。妈，我没人陪，你来接我吧。好好好，到时候我跟你爸一块来接你回去啊。我的顶级装备。
江湖救急，来日报恩。啊，林西施！喂，哥哥。林西施，你怎么把我压岁钱拿走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了多久？那是我买装备的钱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又不是不还给你，我将来加倍还你。你不是，爸给你卡你不要，你到底跟他较什么劲呀你？管好你自己。就我那点钱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好好学习。你明天就要高考了，一会儿我就给妈发信息，告诉她。专挑别人不想听的，再见。妈，我到荣城了，刚刚报到，一切都好，放心。真想马上就能见到你。同学们，大家下午好。这是我们动物医学系第一次新生见面会，很感谢大家能够选择我们荣大动物医学系。那么我相信这是你们人生当中最睿智的一次选择，也要相信大家会在这几年的大学生活当中，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好自己的知识，掌握好各种的技能。我现在就请我们的大师哥现场来说法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叶少文同学，大家欢迎。太帅了，好阳光啊，好帅呀。原来他也是动物医学系的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叶少文，代表各年级的学长，欢迎各位学弟妹们来到动物医学系这个大家庭，希望你们未来可以度过奋进而且愉快的五年时光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我的微信号，大家可以加一下。如果有任何学习上或是生活上的问题，都可以来问我，我一定会尽量解答。师哥怎么样，挺不错的吧？又帅又温柔，而且没有架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刚刚后面的人一直在八卦他，说的是上一届的校草，不仅人长得帅，家境也很好。哟，那么快你就心动了呀？没有，叶师哥吧太温柔了，我还是更喜欢酷一点的。你呢？你呢？你呢？我饿了，我想吃饭。吃什么呀？烤鱼怎么样？我知道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烤鱼店。啊，走吧。好多好吃的呀！那我们以后就方便了，下了课就可以出来吃夜宵了。那我们试试烤鱼吗？我觉得这好多好吃的，您还有烧烤呢，还有火锅，还有炒菜。一颗冰淇淋你们想吃吗？想吃。我请客，你们再等我啊。好，我也吃。啊，行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好，继续，继续。小朋友，姐姐帮你啊。
姐姐从小就看射箭长大的，是个高手。哎，刚才就是练练手，别担心啊。老板，再给我一只。嗯，这只肯定没问题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实力。姐姐，我只剩下一次机会了。那你再给姐姐最后一次机会，肯定能射中。好。老板，把奖品给他吧。快点把我的奖品给我，快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给我。哎，哥哥真棒，谢谢哥哥。谢谢老板。哎，许胖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你刚才，哎，你们认识？这个就是你一直想见那美女。嗯，是我。你是林夕石？啊，这就你一直跟我说那林夕石？啊 ，hello hello， 耶、yeah ！哎，不是，人家多可爱呀、啊，哪有你说的那么恐怖？像你平时说。啊，那个，你们聊。池池，装的什么模狗样？我说谁呢？哎，没事，你们先去吃吧，我很快就回去啊。等一下了，做了手术。你真的是范范？我还真不敢相信。你有完没完啊？不敢相信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荣大？荣大射箭队特招。看来咱俩还真是孽缘未了。看来你还知道孽缘未了。这事都过去800年了，你的心眼怎么越来越小？我知道有家馆子特别好吃，咱俩搓一顿。就是吧，有点贵。哎，你不是答应要请我吃饭吗？没钱。出息吧。点菜，我要饿死了。怎么上了大学之后，你这翘腿的毛病还是没改？怎么上了大学之后，你这爱管闲事的事儿还是没改？现在荣大都这么容易考了吗？就你两下子还特招？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？嗯。
又多了个圆子。你还要点菜吗？啊，要一个红锅，要一份麻辣牛肉，脑花、鸭血、鸭肠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上了大学之后就没开过。行。要一个鸳鸯锅，一份牛肉，一份多巴鱼，一份蔬菜拼盘，一个水果冰粉。我们这边每桌赠送一份冰粉。啊，能送两份吗？啊，不用，一份就可以了，谢谢。你好，您的冰粉。谢谢。没说要给你。啊，还有木瓜，你要美容啊？我觉得咱俩以后就应该多出来聚聚，没事儿吃吃饭、叙叙旧什么的。你是想蹭饭吧？我说这次见到你之后，你身上怎么有味儿了？没味儿啊？什么味儿？穷酸味儿。我的钱。算了，我最近经济紧张。怪不得没有以前嚣张了、啊。哼，你倒是今非昔比啊！刚才居然还有人说你长得帅，他们是没见过你以前又黑又矬又瘦，还是个四眼田鸡，什么都得听我的。要不然再比一场掰手腕。不比了，我说我以后再不跟你比。让你两只手，再赌一个月生活费。说话算数。我来喊啊，一二，哎，我还没喊三呢，耍赖，一二三，你都耍赖啊？你怎么说松手就松手啊？啊，没事。钱包没带。按照之前的规定，谁说话不算话可就是小狗，小狗就得吃屎。你吃屎。我没钱。怎么可能没钱？没个几千也。你看了吧，我说没钱。真没钱啊。手机，密码。还是这么聪明，这么多年密码都没改。就800啊？这是我全部家当。按照我每个月生活费2000，剩下的算你欠我。你怎么这么有钱啊？哎，我的800。嗯。来，念念给我听听。林夕池欠许放1200元整，和劳动抵债。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债主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。哎，你给我留点儿，我就剩这么点钱了。一会儿多吃点儿。吃不下。更薄了，更薄了，我要打榜去了。是不是？嗯。老实交代。刚刚那帅哥什么情况啊？什么帅哥？那个黑衣服的帅哥是咱们学校的吗？许放。许放。嗯，放弃的放。那另一个呢？也是舰队的。另一个好像是许放的
队友，叫什么？贾仁旭。你怎么那么清楚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啊，我俩都认识一个世纪这么久了。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就住我隔壁楼。青梅竹马？什么竹马？他就是个沼泽，谁要真让他想爬都爬不上来。哎，甩不掉的冤家，怎么办呀？我就剩20块钱。你怎么那么穷啊？那你这月怎么过啊？还能怎么过呀？听他的使唤，等他发工资，活得像个杨白劳一样呗。他会不会是喜欢你啊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？你就告诉我呗。有的男生呢，越喜欢一个女孩，就越愿意欺负她。不是你开门，你先开，你开门。他看起来气质很好啊，一定不会为难你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聊了，都10点了，明天早上还要抢课呢。哎，对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我们学校有4个老师可以选择，千万别选姓严的。隔壁师姐说了，他就是魔鬼，老是给人不及格。不是，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打起来没有啊？明早帮我抢课，不要严老师的课。想想钱包。告诉我开门。什么？开门。告诉我不？我告诉你许放啊，我没给你开玩笑啊，你今天就在阳台住，你要不告诉我，你就告诉我呗。我现在特别难受，那时候我这人，我不行，我太好奇了，你告诉我吧。宁月，起床了起床了，该上课了。赶紧的，秦泽你也快点，还磨蹭呢。还有15秒了，一定要能上，一定要能上。5、4、3、2、1。谢谢谢谢，蓝屏了。什么呀？什么垃圾？怎么回事啊？蓝屏了。哎，你刚才说那个老师，他叫什么？袁志斌。严老师的歌被你选上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把好音查给你，你上课带着，一定能转运。想到了吗？看来是没想到。我8:50就起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个啥所以？要不是因为电脑死机了，我用脚抢都能抢到。啊，那真是多亏你电脑救了你鼠标一命啊！那你自己的课呢？怎么这样？怎么了？我不想和你一起上课。你当我想？你上谁的课了？反正不是严志斌。你抢谁的课了？严志斌。哇，那个老师很奇怪的。
有很奇怪吗？那都没有。不吃啊，我英语课也没选上别的，跟你一样，到时候一起去上课吧。嗯，那我也给你一个我的好运茶，转转运吧。起来。吃那么点啊，我穷。你这包子是什么馅儿的？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。还是肉馅儿包子好吃。至于吗你？你们是不知道那种兜里没有钱的感觉，看什么都觉得很饿。再给你个鸡蛋啊。你们说如果我是骆驼就好了，吃一顿饭能顶好几个月。你说你刚开学就穷成这样了，你就不能跟你爸妈说一下吗？你不是说你妈就在这儿吗？我妈都好几个月没回我消息了。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我爸妈知道，我只要挺过这个月就没事了。不过我以后啊再也不会去帮这只狗了。哎，以后你要是饿了，我每天请你吃包子啊。这个学校环境真不错啊。哎，妈你看呢。哎，再往右拐就是图书馆。哦，你要好好学习，想家了就给我们打电话啊。知道了妈。走，我带你去学院看看。好。志哥，嗨。我有件事想问你。我没男朋友。你养过猫吗？没有，我没养过猫，但是我从小到大养过一只狗，它现在已经十岁了，平时我遛它的时候啊，牵都牵不住它。那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带你去的地方，保证你会喜欢。跟我来吧。没想到学校里还有这样的地方。校工他们都会拿食堂的剩饭来喂他们，也不会驱赶。时间久了，这也就成了流浪猫的天堂了。也太好了吧！我喜欢这么大。我以前也养过一只猫，特别喜欢它。有一天它离开家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了，我难过了好久。后来我看到这些猫，觉得它们虽然流浪但却自由自在的，也挺好。我觉得这世上所有的猫猫狗狗都是我的朋友。那我们也是朋友咯。你看，你看那只我给它取名了，叫大白。来，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。喂，妈妈。诗诗，妈妈来学校看你了。等我一下。诗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
林西池。妈。哎，对了，哟，还不错嘛，我是不是收拾得很干净？哪个是你床啊？你猜猜。这个，哦，这来看看，你喜欢吃的东西，妈妈这趟都给你买了，这么多好吃的。嗯、妈，你别忙活了，快坐。哎，那是你跟爸爸结婚七周年的时候拍的。妈妈，迟迟想你了。以后中午我都去你那儿吃饭好不好？还有周末，我想吃妈妈做的饭了。你都不知道许芳那家伙是怎么压榨我的。嗯，我现在是住在医院的宿舍里边。这样。你刚说那个。说那个什么许放，他是不是就小时候住在咱们隔壁楼那个男孩？嗯，他也考到这儿来了。他怎么演啊？哎，没什么，他还跟原来一样，是我的小跟班。妈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说啊。你还记得那个黑丝袜吗？那个黑丝袜其实是我的。迟迟，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你先看看妈妈给你买的这些，是哪个？妈妈给你打开，好不好？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嗯，照顾好自己，别老乱吃。你瞧你瘦的。妈妈以后有时间呢，就会来看你，好吗？嗯，行了，别送了，该回去了。嗯，走了。喂，姐，你能不能别搞突然袭击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是高三生？班主任不让带手机的。那你怎么还能接电话？我还不是怕你有个万一啊！你不愿意找爸，那你只能来找我了呗。你能不能盼我点好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有事快点说吧，我一会儿摸底考了。你今天啊，见到妈了。哦。你怎么这么冷漠？那你赶紧把钱还给我，我就不冷漠了啊。我现在就算是还你，你用不着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，少打游戏。等你来了荣城，我带你跟妈妈一块玩。哎，臭小子！这道题怎么做的？给我讲讲呗。啊，已知三角形。讲什么讲呀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这道题要是能考中，你的运气可以买彩票。你自己不想考，还不让别人问？我不考，我一会儿考的要比你高，你信吗？吹吧你！你干嘛？嘘，好好学着吧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今天我们模拟考试，
考试时间40分钟，现在开始。选择没那么难，都是温温暖暖的零零散散的期盼，没那么难做个决定，没那么难，无非日日夜夜的也平平淡淡的勇敢，人们犹犹豫豫错过了许多圆满，总是不知所措，匆匆忙忙却心烦意乱，其实没那么难，一个微笑真的没那么难，不知不觉中我们总会把眼泪擦干，其实没那么难，一个承诺真的没那么难，曾经的遗憾又怎么会代表如今，其实没那么难，一个拥抱真的没那么难，我们的时光原来不值得与孤单纠缠，其实没那么难，受伤会聚散都是生命里最好的片段。